老师他比你高哎、欸。嗯。不要这样，再站一下，再站一下，来一下。老师他比你高哎、欸。我没有工作的压力，但是有精神的压力。对哥啦，后面不行，这样。后面很好了。嗯、需要前面这件衣服要反过来穿、啊、够烦真的很这件衣服反过来穿 那就可能要我深夜节目对不会啦你干嘛打我你干嘛打我给男生穿了给男生穿是你反过来穿你反过来穿里面还可以穿哦、啊、就没差了你说里面穿比基尼然后反过来穿 Yes 永远在你穿件类似的人家是在流行那个内衣外穿我知道啊或者是薄纱里面是内衣对耶我们就觉得看这个比较精神的 Yes 对呀、啊、然后又搭那我现在去把它反穿再搭配你的歌声那我现在更衬托出你的美真的对这边太紧了那我现在就很这样子，现在爸爸掌一样，所以爸爸掌要把它打开，包得那么紧，干嘛？对，你来马上进去换衣服。我现在去换啊。我们又不是那个老人下垂的，干嘛包那么紧的？对。因为我没有面罩，他没有戴套子。幕后花絮，我们下集见。